今天的话是2023年2月21号礼拜二，今天比较晚下班，现在是快8点了。哎，奶奶，爸爸，哈？我今日较无闲，今日开会开到晚，回家先吃个凤梨四饺。有啦。超甜。嗯。家己做做会好啊。嗯。嗯。对啊，我来甲你看一下尔。因为较晚，我要回去洗身躯、洗衣。哇，太贵啦！好，直接就买。好，我先。